为什么要戴帽子呀？回答你一下，因为头发染颜色了，五颜六色的，他出来闪到你，染头发了。对啊对啊，染头发了，染的五颜六色的，我能给你们看，色彩缤纷，五颜六色的，非常的炫酷啊！希望早日让大家看见我的新发型。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啊，我前两天在那个做采访的时候，我录了一段 ID， 就我好早之前拍一个戏叫那个《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》吧，是叫这个名字吧？我录了一段这个 ID， 我当时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有点快播了吗？就这个我最近等于是意外惊喜吧，反正就是好像快播了。那个好早了，我以为看不见他了，我现在连剧情都不太记得了，我还挺想看看那个时候的自己。完了，我好像说错了，我好像说错话了。啊，我是不是说多了？可以说，这将会是一件事情。哎，打个广告，不好意思。我去，晚上还真挺凉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个睡衣就来了？我节省时间啊，一切为了你方便。越来越有谍战剧的味道了。我妈起得早，我得在天亮前回去。节省时间，来。爸妈，哎呦，茉莉，哎，茉莉呀、啊！爸爸妈妈把你在宁波的东西全带来了，放在哪儿啊？放在他的大衣柜里。是。爸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陈、哎，不是，你不听话。哎。朱静草躲柜子的那场戏，其实我印象还挺清楚的，就那块其实挺搞笑的，对吧？所以当时演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哎，就是被，对方老人家发现了以后，应该什么表情？后来我想，哎，算了，我也别想了，我就看他，我看那个演我岳父的那个演员，他是什么表情，我根据他的表情来，幽怨啊。有幽怨，对，我看了那个表情，确实有点幽怨，很绝望，是不是？啊